迎收看百个新闻。这首呢就是红遍全世界的 Gangnam Style， 别以为我们过时了，因为现在就要为你报告一则最新的消息。 MV 中的迷你赛呢被诊断出罹患脑癌，剩下六个月的生命。今年才十岁的黄明宇家人不忍心他受到打击，一直隐瞒病情，不过呢他似乎已经察觉了。他最近呢才在韩国节目中意外的透露了罹患脑癌的消息，还贴心的说怕妈妈伤心，所以呢即便是难受也不会说。只能说上天没办法眷顾每一个小朋友。黄明宇刚刚参加完中国梦想秀，没想到呢就被发现脑干有癌细胞的病变，动手术呢还会有生命的危险。目前呢他已经回到韩国接受治疗，粉丝和家人都希望他康复。